说瞎话。哇，名人篇来了，名人篇，名人呢？改成名人篇了。其实啊，我们讲说这个，我们要求新求变嘛，当然啊，做一些改变。那之前画了五六年了。对对对，之前我们要写画歌的，画歌啊，画成语，画成语。今天呢，我们画名人，而且名人是用接力作画的方式，把每一队派出三个人，一个一个的画下去，画到让那个人猜。猜第一次猜对两分，如果透过提示一分，就这样，很清楚啦，清楚了。来，接到晨晨队啊，欢迎。哦，这个艺术天分极高的，哎呦，子晨同学，爱国主播徐展元，性感辣妹夏雨欣，还有加油老爸阿边，大家好，我是阿边，还有新手奶爸关彦君，好，哎呦，王嘉良，阿婆，好。西湖诺亚，诺亚方舟，好，来，陈队就归，加油，加油，只剩加油，这个不是叫加油，这真的很难，这个要会画上去才有用，对，造化，对不对？郭燕不会画，郭燕君不会画，双胞胎呢，一定有一个聪明，一个笨，啊，哎，等一下，你是聪明的，我算聪明的。才怪，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啊，不能写国字，英文都不行，好吧？那就是不能提示，就对了。要写中，写到写答案就好了。对，懂吗？懂。来，请戴耳机。科比画的。对对，我科比前面。这个古今中外都有，对不对？古今中外都有。戴耳机。好，向右转。来喽。抽题，抽题，抽题，抽题。你们都穿这么昂吉吉，红色。好。红色。谁呀？谁？说不出来。哦，怎么弄？来了，让你思考十五秒。怎么样？十五秒开始。不负责任的特色，麦当劳。麦当劳，敌对的。麦当劳头发牵手。泼水嘛？泼水啊！泼水是郭富城。泼水是郭富城啊！泼水啊！来了，准备了。画最难。25秒。计时，开始。最近的新闻呢？哇塞，你真的好卡，有啊，中间啊，你画梁山伯祝英台吧？好像翠迪书哦。哎呀，你是霍小光，很多爱心。那你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你左下角那是什么啊？很难哦，是一个炉子吗？锅子。啊，锅子。哦，锅子，因为他姓郭吗？是什么意思？你这个人画什么？他不是有个手势吗？对你爱不？爱不完。哦，对啊，对你爱不完。当然，那很多的爱心就是很多爱。好，哎，这样解释一下好像还不错，蛮通的吧？好不好？看得懂，对，不见得后面看得懂。好，给你看10秒。麦当劳头，对，哎，看到没有？啊，是歌手，耶！然后呢？然后呢？在临时很有名嘛，喜欢吃火锅，对啊，造化，一看就知道，那好吃嘛，一根一根的那个啊，对不对？来，请回位，干什么？哑口无言吗？我觉得他应该知道，你有 feel 吗？来哦，25秒计时，有可能啊，哎，对不对？有没有画歪了呢？看着反正应该可以。哎，大家你画的好少哦。那谁看得懂这是什么？有啊，你有没有吃过零食吗？是。对不对？很经典。有啊，什么配什么？哎。玩的吧？耶！一代不如一代，一棒不如一棒。这超像的啊，一模一样哎，一模一样吗？可是我有个重点，有一点重点漏掉，我觉得是吗？来，请过来先看一下，觉得他应该10秒钟，你形容你看到什么了？10秒开始，哇，泡面吗？泡面一碗，哇，一个人唱歌，他怎么看得出来？音符，怎么看得出来？一碗汤吧，对，热汤之类的，热汤，麦当劳头，进汤。麦当劳头唱歌，明显啊！麦当劳头唱歌，音符，一个热汤，热汤，所以这是什么？热汤叫郭富城啊！啊，
你是我的巧克力啊！你是我的巧克力，你是对的吧？来，二十五秒。那一道菜要画出来哦，那一道菜哦，那一道菜哦。哎呦，热汤要画。哎有了有了有天分有天分。粉菜吗？是香菇吧？热汤热汤。慢慢变成他身体了。啊，黄西田。好像有这个东西吧？我。要冒烟，热汤要冒烟。二一。那一锅热汤要冒烟。好了。时间到，一样了，一样了，一样。哎，一样。那前两个要遮住吗？还是我们第一棒、第二棒呢都画完了，传到第三棒，现在三十秒，让你来解图作答，三十秒。龙鳞，讲话。哎，头发是这样子分，陷入焦灼。它是有音乐的感觉在里面，嗯，然后。在泡汤，他很 enjoy， 他很 enjoy。为什么跟汤有关呢？很喜欢这样的一个造型。算命的，重点是汤是什么汤？算命的啦，唱歌的，有代言窗帘的，哎，温泉。唱歌的人，头发分二分，一碗泡面在旁边，然后有一锅汤，然后被烫到。泡汤烫到。答案是郭富城。谁烧烫伤？脑筋怎么就这么简单的？啊？没有别人了，为什么？因为郭富城的头发就长这样。音乐音符这个人是跟音乐有关的，嗯，那边有一锅，所以把姓氏表都是你说有谁姓汤？难道贝多芬吗？难道汤兰花？汤志伟，这个很简单，这是郭富城。这是张伟忠老师吧？所以有一锅。郭富城的答案就是郭富城嘞。耶！我想一样。因为那个头发太黑了，经典头发，头发太经典了，来 ，OK 了 ，OK 了，有没有？来换位置，哎，走，就这么简单了，太容易了，换位置，换位置，换位置，交给你们了，这样厉害，艾比，还有谁？第二棒，我第二棒，这样好不好？好了，好啊，好，好，来，三位戴耳机，向左转，你换他，太 OK 了，来，请冲。这个李荣浩李白李白这个这当什么样子好坏李白是怎样我自己都不知道哎蛮多蛮多没有人知道长什么但是要去形容这个人很容易真的太多了真的太容易十五秒思考一下要怎么想怎么画讲出来怎么越来越复杂好难哦！李白嘛，就床前明月光啊，你画你家的吗？床前明月光，低头吃便当吗？低头，对啊，低头吃，低头吃。没有，就画一个床嘛，然后他在喝酒，就画一堆酒啊。白，没有，那不是李白吧？你还有时间画。喝酒醉，这好画，是那个啊，李白耶，就是那个管他的，没关系，成龙的导演啊，李白啊，二十秒计时，跟被删同一个嘛，跟被删同一个导演。什么东西？哇！哇，这好难哦！哎呦，蛮可爱的。在你聊。是什么？来，解释一下。这是酒啊。酒。对啊。嗯。这是枕头啊，这是棉被，这是床啊，上朝。这棉被，这是床。对啊，已经开始验完了。来，给你看十五秒，要形容你看到什么？十秒钟，来。一个古人现在在一个月，在一个晚上。乐器对。这个古人在一个晚上，他喝酒在。哦，月下独酌嘛，李白啊。独酌。准备，25秒，开始。啊！晚画这么细吗？旗杆被搞。对啊，旗有那么多啊？肯给你画窗帘啊？对啊，龙眉吗？哎呦，
那什么牌子要写一下嘛，不然这样。宜家家具。对啊，是龙美的还是丽丽的？有胡子哎。对啊，哦。是啊是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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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直接叫。很有文学性，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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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挂在这边，是啊，对，近的，请过来，画好，重点，看看看看看，来看十秒钟，计时开始，看到什么？一个月亮，然后桌上有酒，是古人吧？他是做古的，有看过布袋戏就知道是谁了，不能讲，平常在看布袋戏就知道了。天哪，他画好，这那么多角色，你要想一个。好人还是坏人？你们，你们只想到李白嘛？我想到别人。联想力，联想力啊！杜甫。25秒。王维。开始。哎，可是不太会画哎。不太会画。嗯。看来是毛毛虫，有没有？啊。加油！哇。古人画也不错。画也不错。哎呦，冬天有画，看到没有？忍者龟出来了，怎么那么快？时间太快了，25秒那么快，哈哈哈可以了，不要讲话啊！哎，请看这幅图，您看到了什么？30秒，边看边讲，边想答案，开始。应该是一个古人，不是他头上有一个发髻啊，有看过袋子就猜得出来了。然后桌上有一壶酒，有看过，肯定是酒吗？哥哥，今天很积极，谁要喝酒？他是喝酒，没有人喝酒。后面是什么啊？后面是床的那个帘，对对，哎呦，对不对？桌子吧，哪看到上？有放在床上面。所以是什么？好，代言窗帘的，代言窗帘的。道夫才有这样子吗？丽丽，豆酒，准对了，对的，可以了。我知道这首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双双举。他就说床前呢，看到一个叫明月的脱光光，没有酒啊？喂，有没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那个是月亮。没有酒啊？那首诗没有酒啊？举头看，想到他在家乡明月的老婆。嗯，没有，因为那个作者爱喝酒。所以是谁？谁爱喝酒？他刚白吧？他刚讲没有一个李白吧？爸，李白，确定一点，李白。首先，我想你这题答错，我出去大家都会笑死。真的？你耶，这个棒，这个那么简单，分不清楚，那么简单呢？你们两个都分不清楚哎，你真的好棒棒啊！对啊，对了，还是大学毕业。他说：“他好棒，大是，我要听讲，我跟你讲都猜对，你答案是李白，李白，他是坐好，你们都长得那么像，我们长得很像，谁不服李白是这些人啊？我长得很像，对，他们三兄弟你不知道吗？他也画一个酒，不然他就不要画酒就好了。好，桃园三曹操，哎，不是曹操，上面有杜甫、李白，点点豆豆要选哪？”杜甫，杜甫，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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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王维，李白都没讲到王维啊，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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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李白是，李白木，李白木，是李白，李白木，李白木，李白。李白，以为出个玻璃感，对，4分，恭喜，来，攻守交换。基本上只赢不输啊 ！Yes， 哎，不靠提示就得了4分。Yes， 你们三位想做真，请戴耳机，请抽题。林若雅，喂，好，那掉下来就他吧。谢金燕。谢团长，谢和弦，一定是谢金燕吗？谢和弦，谢谢，我觉得太嗨了，因为画报好像是姜育恒，我突然发现古人比较好画，真的，这一定要画真知山在身上啊。这个可以教你做我们自己定的，不行哎，不好画了，这太难画了吧？来，请就位，难了吧？现在我要先想什么画啊？好，15秒，对，15秒，计时，我没有问到位置上，对，没，你想啊，想，不管，想，
我觉得他是律师嘛，他是主要的职业是律师，很多书，很多主持人，很多主持人又是律师，然后很多书，戴眼镜，很多书，对，然后律师就像法官那样子嘛，随便法师，对，对对那个透明的一定要画出来，然后要主持一个麦克风，对，麦克风一定要画，作画时间25秒，毕卡若准备，计时 ，Go。哇！什么啊？快算水平，欧巴，欧巴，会点，他会点，真的啦！穿裙子舞吗？穿裙子是个女的，是个女的，假外形刘德华。有一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刘大明姐，刘大明姐，来一根蜡烛，哈密瓜，来女神，哈味，西北人，都要中女神。完了，花妈了，有没有？我怎么觉得好像文英阿姨？你画的画太多了，自由女神，对对对，自由女神没有错，对，应该就是自由女神了。哈密瓜有一种咖味，咖味才画这样。你会右半部是什么东西啊？我现在主持一个很有名的节目啊，啊那些那个什么？就是视王啊，他就负责在那边当那个评审裁判啊。那因为我这个很明显的那个头发就是那个法官律师他们会戴的那种帽子嘛，那这是白袍黑袍，然后有拿麦克风说他是主持人，他旁边拿一个锤子就是个律师，还有个天平也证明他是个律师的身份，然后这边有两个人在做对题的，上面是题目叭叭叭叭叭叭叭，下面有四个选项，一个叉一个圈。小婷，来说话，到前面。好啊。我变黑。李薇，10秒钟计时。黑袍。这是什么？是一个歌手，但是他头发太奇怪了吧？我知道了，应该不是歌手，他可能是主持人。然后这是什么？等一下，还是法官呢？还没，等一下，我看一下。都消掉，还没20秒，20秒，计时。好复杂的话，对呀，你就画一颗哈密瓜就对了。哈味，哈味，完蛋，完蛋，我不太知道。不要理他们。有演技吗？相信自己，然后陈菊，这是哪一个政治人物？不能讲啊，时间很短呐。对，时间到了，因为到了，不用复杂。政治人物只有几个有。底下阳光姐，小心，小心，三句话，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还有这样子，然后什么有个人，然后这边包是什么？这什么东西呀？那么短的时间内，他们刚才跟我说要画重点，结果重点这么多，感觉出来你尽力了。我有没有说？我尽力了。我是不是说重点太多了？真的，这个完全看不出来是什么。好，不说不说话，你很棒，你已经很棒棒了。来，10秒钟准备，计时。花吗？天哪！然后有一个跷跷板吗？那是跷跷板。然后两个人，他是歌手。哎，那个过桥梁，欢迎来我们这一家。怎么了？好难哦！25秒，计时。他不是看得懂看不懂，还要画得出来，还有难度的，有难度。我觉得他造化，我对弄弄有信心，真的真的，因为弄弄蛮会打。哇，太大了吧，波提斯啊！你是一个可怕的炸弹。好狠呀！他是个可怕的炸弹，变狮子王。你在写一个呆字啊？请吧。隐藏的炸弹。哎，跷跷板这个衣服在。我是女生。这是什么东西？太有梗了。30秒。有写字吗？计时开始。什么？你真的猜出来，算厉害。有一个人头发很像陈菊市长的，这是吗？那是什么？遇上包先生，哪个对他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 ？Two word。You see, Mr. 包。包先生。And you say, 包姑。我看我说什么？大叔。Yes, 大叔。你好啊，你好啊。Mr. 包，叉烧包来了，毕竟徐，还是说有包刀啊，萝卜叉烧包啊，萝卜刀，但是饿了吗？天才冲冲冲！
经过传递之后完全糟践了画作，号称会通灵的 NONO 有办法抓到蛛丝马迹猜到答案吗？30秒，有写字吗？计时开始。你真的猜得很厉害。有一个人头发很像彭理事长的。对啊，我现在看到的是这个人，哎，有音符，所以是歌手，柏林歌手，还有人物很会唱歌。那个是写字吗？那个是什么？不能写字。他是香香啊，香哦。两个人下面有口，下面有口是什么啊？狮子王香。为什么会 ？Lion King。狮子王 ，Lion King。波提斯。狮子王是谁啊？他的头发长这样，卖甜甜圈的啦，非常有名。哎，卖甜甜圈的，便利商店的。对，我们觉得干扰都是多余的。外国的吗？蜡笔的，因为有音符啊。蜡笔也有，有音符，有这个发型的。三，后面是一些黑人。答案是右边，应该是在形容这个人在干嘛。厉害，他真的厉害，对不对？所以答案是，所以有两个人，有两个人，前面有两个板子。他们是一个团体耶，会上节目吗？他知道了，很厉害，好会猜哦。答案是陶晶莹吗？可陶晶莹不是这头发。陶晶莹，因为有花一个陶晶莹对不对？有歌唱节目，是陶晶莹。还有什么？就陶晶莹。陶喆，你不要这样好不好？陶喆不是这个头发嘛？那两个人，应该是两个人在拼的，有一个中间四条是什么？猜歌吗？现场五秒，猜歌听的，哪个不是这个头？也不是这个头，两个不是这个。这个头发，女生吗？男生女生？答案是，他们有画男生女生，如果就可以往那边猜。还有什么是这个益智节目？这喷，太难了吧？好，提示，这个人是个主持人，男性，台湾人。哇，太难了，三个字，这根本很难，很大戏了，很大戏了。现场，太大戏了。男性这个头发，他一定乱画，一定不是这个头发了。飞哥啊，可能是玩重机啊。飞哥啊，我想一下，竞赛型，因为有两个人在比赛了。对，有两个人在比赛，然后你在唱歌。哎呀，有信心。瓜哥，瓜哥，厉害啊！嗯，下面一位是瓜哥，节目我们瓜哥的节目，他跟小钟两个人主持。我刚提示 OK 吗？歌唱比赛啊，嗯，现场五秒，五、四、三。二一，好，谢祖武，谢祖武，对，朋友，哪一位？因为主持人谢正武有在主持那个两个人在猜题的，可是他画一个音符，哎 ，pass， 哎，真的，不是，不是，不是，他帮我们画眼镜了。是我忘记他下面那个不是音符，不是我没有看，我是看大部分的天平，那个叫天平，那个是天平，他画的，他少画，这个太难了，所以放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要形容他是律师，这点太难了。林诺雅画的还不错，对啦，律师袍，那这样就看律师袍就清楚啦，要律师第一个就清楚多了，而且是一个，我看如果我看 Apple 的，我会猜朱大哥，因为你把麦克风挂在那边，是我把，如果朱大哥会把麦克风挂在那个衣服身上，得到一分。第二题，来请问。哎呀，好可惜。这眼镜，对对对，对对。眼镜就看得出来。要怎么弄啊？好，全部就会。要画重点哦。加油！要看多东西。我压力好大。所以看得懂是其次，画得出来才是重点。嗯。啊，来，请戴耳机，等我转。来，周迪。就这个啊。哎呦，压力超大。什么会呢？什么会？周星杰伦，周星杰伦，杰伦反正周星驰，因为杰伦比较好画，你只要啊画，然后这样，然后有麦克风拿这样，这个不好画，十五秒给你思考，计时开始，完了完了，怎么画怎么画怎么画，周星驰，石长怕铁锤那个。画一个画打鬼要用巧克力，画一个主菜的人，下一个主菜的人，少林足球，少林足球啊，少林足球，足球不要很难画，足球一个神，然后食神，食神，然后一个芝麻官，星星 ，OK 好的，开始吗？哎，等一下，那不用看吗？可以的，可以的，那你演叫叫的啦，对对对对，要画星星，二十五秒，唐伯虎，星星是什么？第二题，基本上今天题目太大，那个角度太表现太好了。太完美了，来了，太厉害了，加油啊！这是他原创包容，计时，看到包容，开始，他发抖啊，手在发抖，真的哎，他画的这么小啊，用力一点，用力一点，用力一点哦，用力啊，太小了。
吧？这是一个人吗？不是不是，是一个蛋糕吗？夸大一点，快快快！夸大！哎呦，我手抖啊，怎么办？干什么？这什么？不要紧张。是一个什么东西？一个黄色。小雨姐，你也太紧张了吧！大力点。行。啊，那是个问号，可以问一下吗？那是梦怡吗？这是问号。为什么？因为他太高了，什么？不说话。来，十秒钟计时开始。好丑啊！这是什么？你看到？等一下，你看到什么？嗯，要讲是如来佛祖吗？如来佛祖，星星星，摄影机，星星知我心，我相信你。背下造化就好，家长造化就好，造化，一模一样换，一模一样换，你不会有事了。准备，不知道是谁啊？25秒计时，可以的。太好玩，太嗨，太难了啦！画几个三角形，20秒画这么多，怎么画出来？看到题目的要想，想完之后他要画，布局完了之后让别人看，看了要记，记得要画得出来。想要画个让人家懂，别人看得懂才行。对，那别人看得懂，不能画自己知道的。这有什么打雷的意思吗？王嘉玲快一点，快一点！枪杀版哦。好像很多重点漏掉了，这是重点，刚看到很多颗什么？小兵吗？你忘记是哪蛋糕了？小强，是第五层吗？第五层，这是什么？毁了！什么？完蛋了！大家等一下，10秒钟准备计时。哪有人在里面呢？超是什么？这是一个。茅庐吗？就三顾茅庐，这什么锅子吗？火的锅子，一个火的锅子啊，一个锅子，这什么东西？电视吗？这里面没有人啊。好，人在做这，你就照着他画，不然你会被骂。照画就好了。照画，你不要乱照画，弄人脾气。25秒，准备。计时，我们全部都走好了。刚刚那个东西很像毛绒的那个体系。我刚刚画的文是什么？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一个什么锅子？太空了。有一个锅子底下有火。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长得什么很奇怪？这样吗？还有一个是什么东西？这是。还有一个是什么东西？右下角有一个这个什么？然后怎样？电视机啊？什么？这样啊？真的这样？真的什么？眨眼。他是画这样吧？哪个世界？大家都不起来！不要骂人啦！不要骂人！30秒计时，我告诉你。请看，居然有10个提示都猜不出来。哪个是我？我有看到一个蒙古包。Bingo。又看到一个木人桩。然后呢？那是个电视吗？或是中甲？啊，聪明可以。它是个羊吗？哎呦，羊。好不容易干到奶哥。我跟你讲得很清楚啊，如果是蒙古包，那就是一只羊啊。这个就成吉思汗了，真怪羊，对不对？郭靖黄龙毛利羊，那跟电视羊五五牧羊，郭靖黄龙大漠英雄传，3、2、1，我要请问一下，我们刚才一开始说是不是这个单元叫猜古今中外的名人？是，没有错，是人，完全正确，古今中外哦。请问这是什么？人在哪里？人在梦找那个人所做的事情，他照画了，照着前面画的。我没有看过画的比我烂的。我照着前面画，我也是问他人在哪。你中间这个是这边好，这个啦，这个是个人。他没有把，然后没有把人画。这变得有点像蜡烛的印象。如果蒙古包的话，就是成吉思汗。成吉思汗，
喷。看一下第二个，你刚才在看我的吗？看第二个也会生气。猜他的，他有人啊。看到了哈、哦，人。提示是，我刚刚真的手在抖，不好意思。我擦，是，我怎么后面有看到一个蒙古包呢？第二个吗？哎，我提示，有很多他这个人是香港人。哦，三十号，香港人，快到当中了。聪明啊，红红羊，哪个很聪明？红红羊，吃萝卜糕当早餐。香港人，哎，是个厨师，哎，来的哦，啊，很多星星，他的角色很多，来的哦，来的哦，无聊，来的哦，又骂无聊，是谁？就是那个退已经一下不拍戏的那个赚很多钱的那个啊，哪一个？谁啊？谁啊？少林足球那个男主角，谁啊？吴孟达，叫什么名字啊？叫什么名字？周星驰啦。为什么周星驰？厨神嘛。我如果不讲香港人，厨神，厨神，厨神，周星驰，恭喜。太惨了。Pass。四比二，陈陈队获胜。